赣蒲大地春潮起，万众创新正当时。在全国上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时，一批创新型企业正如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江西民心冶金设备有限公司顺应时代潮流，正步履铿锵，砥砺前行。江西民心冶金设备有限公司，原江西省石城县冶金设备厂，成立于1988年，占地面积80多亩，现有员工108人，其中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8人，是一家集高端环保设备制造、废弃物回收处理、资源化利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矿山机械制造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江西民心冶金设备有限公司立足长远，在探索技术创新的道路上，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挖掘优秀人才。公司带头建立科技联盟战线，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名校高校联手，形成产学研为一体的创新企业。签订技术战略合作计划，引进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组建公司自主产权的产品研发团队。目前公司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20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废弃电子产品资源化系列成套设备研发与产业化科研成果通过江西省科技厅鉴定，该项成果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废弃线路板的破碎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专注研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备。在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再生领域，按照生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的创新思路，努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在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上，具备了加工、制造8大类、10多个系列、上100种产品的生产能力。主要产品有 MX 系列环保设备、废旧电冰箱破碎回收成套设备、CRT 切割系列设备、塑料机外壳破碎机、废旧电线电缆干湿两用回收成套设备、自动铜米一体机、电子元件拆解成套设备、废旧电路板干湿回收成套设备、废旧电路板物理分选回收成套设备、小型电路板破碎分选一体机、废旧干蓄电池破碎回收成套设备、废旧锂电池破碎回收成套设备、废旧轮胎处理回收设备、系列除尘设备、多功能智能撕碎机系列设备、废旧电机转子定子破碎机等、 MX 系列矿山设备、系列球磨机、系列破碎机、系列振动筛等重选浮选、系列玻璃钢溜槽、6S 摇床、云溪摇床等重选浮选溜选配套设备，以其优良的性能、过硬的品质，远销美国、日本、东南亚、台湾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海内外客户的青睐。同时通过市场调查，结合国家政策和自身成熟条件，公司在石城县古张工业园新上废旧家电综合利用处理中心项目，使所有传统设备在效能、产能、智能上大幅提升。该项目上线后，共开发新产品7项，牵头联合形成技术标准1项，荣获专利6项。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公司在科技创新研究上取得傲人业绩。公司先后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全面质量管理达标，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江西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江西省 3A 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品荣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西省著名商标、赣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公司曾多次荣获省市重合同首信用单位、赣州市首届诚信示范企业、赣州市百强企业、石城县优秀企业、石城县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不断的创新，核心技术才能始终保持领先，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没有创新，企业怎能飞速发展？如果没有创造，我们怎能让城市变得更加舒适？如果没有创想，我们怎能肩负起社会对民心的期望？民心深知，要打造更大影响力的品牌，必须以核心技术为依托，始终坚持正向研发模式，不断对产品进行技术革新，以实力畅想未来。民心将投入更多的力量革新技术，追求品质，满足客户。相信凭借多年的技术实力和恒志求索的企业理念，民心必将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上纵横驰骋，续写高端环保设备出口的荣耀。